观世音菩萨在世人的印象中有两种的形象，一个是古印度时期流传下来观音菩萨像，另外一个是佛教传入中土了后所呈现的塑像。观音菩萨是闻声救苦、大慈大悲的正幻明如来，成就解脱众生、离苦得乐的悲愿，道家诸行来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讲到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观世音是观世间纷纷众生的忧悲苦恼，清除众生的痛苦，解脱度化到极乐世界。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欢迎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。佛法八万四千法门，目的都是在使我们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道。古德云：行如山，愿如海。发心立愿是学佛的根本，所谓修行不发菩提心，犹如耕田不下种。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成无上正等正觉，希望成无上正等正觉就要发菩提心。人生的旅途中也要设定目标，立志发愿，才能勇往直前。弘扬佛法、护持三宝，都是发菩提心的前方便，是大慈悲心的表现。历代的高僧大德乃至正果的菩萨，无一不是靠着誓不退转的愿力来成就道业的。好比阿弥陀佛的48愿，地藏菩萨更是发下地狱不空、誓不成佛的大愿。发心立愿是对未来的期许，愿是方向目标，行是照着佛法开示的菩提道或菩萨行，脚踏实地，步步实践。老夫人受惠于小三昧的符合声，将困扰于真多年的疾病治疗好，一认定小三昧，伊是受到观音菩萨的指引，专工来替伊治病，予伊对病苦中解脱。所以，伊就将小三昧当作是活菩萨来供养。老夫人先叫佣人带小三昧去灌洗，然后准备全新的新衣、罗汉鞋，替小三昧换起来。也阁请来剃头的师傅，予小三昧恢复原来清净庄严的模样。最后，老夫人诚心供奉满满一道的斋饭，予伫外面枵真久的小三昧，总算是有一顿饭通食。看小三昧食甲津津有味，老夫人也对咧笑开怀，伊真欢喜甲小三昧开讲。伊对小三昧讲：“我的病是菩萨医好的，我爱低温多报，感谢你甲菩萨的恩情。你放心，等一下我就写批予我的后生。伊即马伫朝廷咧做官，我会叫伊赶紧转来，派人甲你做伙去佛顶山探勘道场要行进的所在。”我会用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你完成心愿。小三昧听到这话，欢喜甲一直向老夫人说多谢。老夫人的后生是一名的孝子，一直收到老夫人的批，知影是菩萨显灵，让母亲的病好起来，马上就赶回来厝，并且按照母亲的吩咐，开始进行修建道场的事项。今世不入何原因，前世见寺供佛人。道场不只是佛法僧三宝常住，也是佛法在世间的教化之地，能够安定人心，为众生增长福慧。地藏经里说，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遇佛塔寺大圣经典，
亲者布施供养、瞻礼赞叹、恭敬合掌；若遇故者或毁坏者，修补引礼，或独发心，或劝多人同共发心。如是等辈，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。《法华经》也说，若人发心乞塔、建寺、造像，如是诸人等不见无数佛，至诚无上道，广度无数众。建寺的目的，不外乎安众修持、弘法度众。所谓未成佛道，先结人缘。建寺功德之所以殊胜，正是因为道场能够弘扬佛法，对人心的安定、智慧的增长多有助益，能够积极修一切善，修善中不生取舍分别，以此利他之行转化我执，自能成就无上菩提。在动乱的时刻、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，伊予咱相信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；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小沙弥甲老夫人的后生，还有几名的目光师傅观察完地势，真紧的选定好良辰吉日，如期开工。可是因为这个所在山高路远，欠水阁欠食物，建材的取得真无容易，实在无适合一大阵工人伫个遮做工课。大家就决定先伫浙江完成部分的出行，再到山顶将地基打好，然后用船啊将所有的砖屑、木材都搬运到佛顶山山脚的海边。等运到山顶了后，就会使就牛砍下。这个主意袂歹，唔来当节省宝贵的时间，而且伫运送建材的东江，对浙江到福建沿海一带，既然来了上百只渔船，拢要来参加搬运的工课。大家除了将材料搬运到山脚，一个用临海阵术，数百名渔民一个接一个摆一摆徛好，对海边一直摆到山顶，同心协力将一砖一瓦传到道场的所在地。让众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是，在开挖地基的时阵，工人竟然伫个涂骹挖到一个老者的插头红啊！伊的面貌甲小三妹的面貌真正是一模一样。大家到即马才知影，这位小三妹其实是老者生源再来，只为着要完成兴建江林的夙愿。迄块刻着绘制山来石碑，就是老者所留落来。所以道场兴建完成了后，众人就将这命名叫做惠济禅师。俗语话讲了真好，人有善缘，天必将之；人有恶缘，天必毁之。人生如同一个无形的记录器，无论是业力、愿力，拢逃未过伊的记载。心存善念，发善缘，虽然会带来艰苦的磨练，但是有恒心和毅力，一定会当得到观音菩萨的感应，在冥冥之中协助咱克服障碍，完成使命。所谓虚空非大，心王为大，金刚非坚，愿力最坚。想要成就菩萨的道行，不能不发愿。好比修持净土法门，要往生极乐国土，也要具备信、愿、行等修道的三资粮。发愿如同人生的导航，带领我们到达目的地。大智度论中说，独行功德不能成故，要需愿力。
佛土也是由愿力而成，所以我们在熏习佛法后也要起身而行，发至诚恳切心，誓愿成就一切善业、善行、善法。有了行，再加上愿，则世间法、出世间法的一切障碍皆能克服。身为佛弟子，我们也要效法菩萨，发四弘誓愿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慧济禅师对明台开山以来，也還有水瓢观音的事件，同款证明，只要对观音菩萨继续坚定的信心，心中有宏愿，最后一定会当见证观音菩萨显现。民国初年，有一位佛弟子走来慧济禅师，打算要出家，没想到伊的父母甲伊的太太拢反对，甚至以死相逼。这位佛弟子伫无奈之下，只好做一名代发修行的在家居士。伊打算讲，等熟悉的亲人往生，无牵无挂了后，再来出家。偏偏天不从人愿，居士已经超过出家年龄的限制，没办法再加入新团。老居士苦苦哀求寺院，让他可以留在寺院，不管自己是不是有剃度，他都想要尽一份心力为菩萨、为信众来服务。慧济禅师的主持让他的一片诚心感动，就破例让他住在大寮，负责烧滚水供养大众。大寮的工作真多，搁真繁杂，但是老技师将来拢无化苦，也无化忝。伊的身体虽然在做工作，伊的内心却是在修行。伊总是一边烧水，一边念观音菩萨的圣号，对半暝啊三四点开始，到下暗暗半之前，一工落来。除了用神的时间，他手中的动作差不多都没停过，嘴里念的圣号也不曾断过，可以说他是将工作和念佛完全融合作伙。有一天，老技师他拿起水瓢要喝水的时候，他惊一跳，发现水瓢的东边顶端有浮现一尊观音菩萨的圣像，看起来真有精神，让人看到升起尊敬的心。老技师又惊又喜，赶紧拿着水瓢走去主持房间，要让主持看这种从来无发生过的奇迹。主持知影，这是老技师的诚心为众生服务的愿力，感应到菩萨现身，伊马上召集寺院所有的僧人拢来做见证。后来有信众知影这件代志，就发心捐赠一个佛龛，将水瓢观音供奉起来。人有诚心，佛有感应，观音菩萨将来无舍弃众生。前提是爱用虔心老实修行，明白修行的意义，不但是为着家己，更是为着众生。爱实实在在，袂使马马虎虎，无等小聪明，以为家己真牛。那安尼，就有机会会当甲观音菩萨相应。阿弥陀佛，成发愿，摄我得佛，十方众生至心性乐，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阿弥陀佛，誓愿建立庄严极乐国土，众生称佛名号，悉获救度。法华经中说，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。念佛是最简单平实的法门，不限年纪、空间、时间，行住坐卧皆可用功。念是心意、思维、
加上称名、持名，口中称念阿弥陀佛名号，心中清清楚楚，没有妄想杂念，念念清楚明白，最后念而无念，达到能所具空，进而弃悟本具的菩提自性。观音菩萨在普陀山发生过真多神迹，伊的现身在水瓢，也曾经实现为真人，天发恶道。这个故事爱对佛顶山脚的高佛堂讲起。相传在清朝有一位灵光老法师，在普陀山一处海石洞修行，伊非常的有德行。禅定的功夫也未歹，真受人敬重。灵光法师有两个徒弟，叫做慧性，一个叫做慧明。慧性伊的个性机灵，但是无用伫正道，只会晓算一寡小聪明。慧明伊是一个故意人，无半点的心机。就算两个徒弟仔的个性无同款，灵光法师也是一视同仁，无亲疏之分。法师活到90多岁的时阵，有一天，伊知影家己将要圆寂，便吩咐两位弟子讲：“我往生了后，色心无爱挥发，爱予我坐伫寿光，待入土中，等三年过后。”再将寿光拍开，到时阵，如果我的色心腐败，就用火将伊烧掉；如果我的色心完好如初，恁会当将伊请出来，装入去金属箱内底，供奉在石洞，予后世人礼拜供养。灵光法师将代志交代完，随即入灭。两个徒弟也按照师父的遗言办理后事。三年过后，慧性甲慧明拍开寿光来看，看到法师的肉身一点仔拢无改变，面容也是甲先前同款，亲像是活人咧睏。两个弟子便将法师的色身装入去金属箱来，同时。灵光法师肉身无乱，这件代志马上就传开，有真侪信众拢慕名前来。本来冷冷清清的道场，一下啊就变甲真闹热。大家还阁将这个无偌侪人知影的海石洞称为高佛洞。有一天，一个上海来的商人看到这尊肉身佛，竟然动起歪脑筋。伊摕一大笔的钱收买慧性，趁暗时也无人发现，偷走肉身佛。隔天，慧明发现师父的肉身甲师兄同款拢失踪，伊惊到毋知影要安怎，四界去找，想嘛知影肉身佛已经离开普陀山，无论伊安怎找也找袂到。经过几个月，高佛堂来一位世王的香客，伊的囡仔伫真侪年前受到灵光法师的帮助，才救回一命。所以，伊对灵光法师一直拢心存感激。王居士探听真久，才知影灵光法师伫普陀山修行，马上就赶来要感谢伊。想袂到。法师已经完结，肉身又被人偷走去。正当王居士感觉真可惜的时阵，突然间，伊大力拍家己的脚头乌。伊讲：前两天我经过上海，听讲当地咧展览肉身菩萨，唔知影为虾米，我的耳旁边一直出现一个声音，叫我去看迄尊肉身菩萨。可是因为迄个时阵，我一心只想要赶来普陀山，就无闲去插这件代志。即马看来，
一尊马心菩萨一定是灵光法师，我才会有这种的感应。代志正如王居士所预料的，确实是灵光法师的马心，所以在王居士的协助之下，这尊马心菩萨真紧就被护送回来普陀山的古佛堂，在这又成为香火形成之地。古佛堂距离梵音堂、现在龙禄堂都无算远，但是在中央有一条小溪流。信众若要去梵音堂，也是现在龙禄堂上香，拢必须爱渡船过火山后。也因为安尼，佛拜道的尊家有向信众卡油的机会。古德云：佛法大海，唯信能入。如果不是真正的深信恭敬，就会产生种种怀疑，有了怀疑之后，便不能体会佛法的义理，得到佛法的利益。经典中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绝对的信心能够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，所谓信满成佛。修行学佛最重要的就是信心，因为具足信心才能发出愿力，并且以愿力来启发我们的行为。感谢您的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，伊予咱相信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，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常作独。